有个粉丝呢，就是转了2个月的钱，对吧？是不是打开会大理石？欢迎来怼。很多粉丝找我的话，就是预算特别特别低，但是又特别喜欢。完了之后关注我，跟看我视频看了也不是说一天两天了，就是很执着。有个粉丝呢，就是转了2个月的钱，对吧？就让我给他找一个，今天碰上了小小腕128克一个达玛坎，我来给你看一下。自然光皮壳脱砂后肉质已经黑了，料型非常的完整。扒出皮来之后就是一个随行的挂件牌子料。压灯来看种血的话，引起杠了。打开的话应该是个冰种，然后带情底，而且料型呢非常完整。就这么个情况，到底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样？是不是打开会大理石？欢迎来怼。废话不多说，非制出品呢简单粗暴，现在开干。好了，小小的达玛坎开完了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肉质黑不黑，特有的达玛坎的油性是不是能感觉得出来了。那压灯的话，这种荧光刚能看出来了吗？漂漂亮，带点情底，美不美？这个价位出这么一个牌子，你们说涨不涨？因为它料太小，它涨不了多少。这种东西呢每天开一堆，所以说真的不想提手，你们自个欣赏。好了，非制出品呢毕竟精品，喜欢非制的，所以要么就买你们。